下一位想要上场的请准备。四位导师好，我叫黄宇君，来自福建，今年25岁。一对一想要挑战黄宇君的朋友，请来到我们的场上。还是有魄力。目前有3位，还有没有？黄宇君，请选择。我选择穿黄衣服的韩潮。韩潮。韩潮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街头的。韩潮打球，他有他自己的风格，他的节奏很好，动作很快，号称控球之魂的韩潮，在中国街球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。我来自深圳第6区，然后是一个篮球人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C 韩小潮 ，Check。实力这个东西很难讲的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跟我这个人差不多的，我觉得我比他们帅，我比他们都帅。我有一个算是我的学生，慧杰，然后之前好像他有输给他比较惨，但今天他没有拿到这个各站的名额，所以那就由我来先代劳了。不选他选谁？而且他之前他打慧杰，慧杰说输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替他徒弟报仇。这场好看是吧？这场不是好，这俩就是网红接球手。好，第二轮的 PK 准备了，来第二轮的。OK， 军哥黄宇君先发球。书记。OK， 裁判这边示意出界，不用救球啊。韩潮要不要走起来？Easy， 太轻松了吧？刚出多少？我喜欢上篮。他喜欢上篮？对，我跟他的打法很像。我得多跟豪哥学一学。凶啊，打很凶。防守很厉害。突破。韩潮的经验太老了。球权又回到韩潮 HC 手中。不要断球，一断球全部失去位置。正常防守，让他自己在那运。我可以教你一下啊，刚刚那种情况其实可以把球砸到屁股了，就可以继续运了啊。来，专业了。哎，是不是要跳起来？哇，加油，开始玩他了。哎呦，哎，差点。我就是喜欢花俏的打法，那是每个人打球的态度。能不能拿回来？少，犯规了！2次，造成犯规，2次罚球。底罚稍稍偏出，有点可惜。来，放轻松。球没了。来起。
OK， 两罚中一。OK， 回到比赛继续。韩潮，胡鼎。来自中国的控球之魂。哎呦！哦哦哦哦！哇，太快了，真的。哎呦！哎呦，很准。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。OK， next ball。可惜来不及了。杀死比赛，杀死比赛，杀死比赛。哦，这才叫平常心。韩潮 HC 获胜。韩潮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，非常强。我觉得黄宇军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没有侵略性。继续参加这个比赛，我会克服这个问题的。加油加油！我觉得他们这种赢球员的精神，我觉得现在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推崇的，就是应该站出来，跟更多以前大家所谓的元老、老资格去挑战他们。这样的话，大家的圈子才会更有意思，而不是说我跟你做朋友，对不对 ？OK。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进攻很好，可是我也很喜欢。你防守很有侵略性，我觉得我想送一件球衣啊、可是也是觉得你的态度也可以进步一点，可以进步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谢谢谢谢。通常很多 street basketball 的球员很帅的动作可以表现得很好看，可是不是真正的打得很好，他真的是打得很好。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球人，然后他的技巧也是很高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发型。一对一，蓝眼睛。那这有点可惜啊。哦，好久没看到这么顺畅的比赛了啊。白石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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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利用，还是说，包括没有给上。